那我们就这样子约了哦。OK， 等要吃饭时间几点集合？5:55，然后吃完饭之后几点集合？OK， 好，那就谢谢大家了。等一下带大家去休息。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，那个燕鸥那个地方，那边就是沙滩。我不知道阿比哥现在到底有没有把它封起来了。你们可以去那个地方走一走。如果觉得太早回去休息的话，你们可以到旁边沙滩走一走。现在是太阳慢慢下来的，那个你到海边，我说潘丽沙滩不是走到海边的时候，那是两个，对，你们不要觉得现在很热，走到海边应该是三面成太，可是你走到四个地方的时候是两个是五个，但是还是要注意好防晒，好不好？要注意好防晒，不怕你们晒黑，怕你们晒伤，晒伤挨挨脚。你现在脸很红吗？我觉得完蛋了，又要中招了。我上一个阵痛的还没有好，我家脖子痛的还没有好。我知道。我直接先跟你们讲蓝眼泪好，因为我怕等一下播放上去的时候你们没有办法好好的听。好了，我现在跟各位介绍一下蓝眼泪。蓝眼泪是什么？男人的眼泪。男人的眼泪，看我眼泪这样子。你有什么？还有没有？来跟各位讲，蓝眼泪这种东西啊，蓝眼泪这种东西什么时候存在于发出的？有没有人猜得出来？有没有人知道？蓝眼泪对马祖人来讲很熟悉也很陌生。为什么说很熟悉呢？早期马祖人称蓝眼泪，白天的时候称马尿水，因为在有蓝眼泪的时候，那个季节它会跟一个现象同一时期，叫做赤潮。海上会有一个叫红藻，它会大量的繁衍，那那个红红的味道又比较重，所以我们早期的渔民白天看到那个红红的潮水，就说这个东西叫做赤潮，叫做马尿水。马尿水，那到了晚上的时候，蓝眼泪不等于赤潮，可是它们生长的条件是相同的，所以在有赤潮的时候，晚上有几率有蓝眼泪。到了晚上的时候，蓝眼泪发光，它是为了要保护自己，所以它会发亮，它被动式发光，要有人去干扰它，要有人去打扰它，它才会发亮。那渔民们其实非常非常讨厌蓝眼泪，因为在有蓝眼泪的时候，它有大鱼存在。那有一种小小的鱼，它也要躲大鱼。什么小小的鱼？丁香鱼，它为了也要躲大鱼，所以它躲在蓝眼泪里面。那个时候就是丁香鱼季，所以呢，渔民们到了晚上的时候，称这个水叫做丁香水。白天晚上大不同，白天就是马尿，晚上就是丁香，听起来多么美好。那对于马祖人，不是很熟悉也很陌生，是为什么？人家有一个说法说，蓝眼泪是一种污染。但我必须跟各位讲，蓝眼泪在有记载的时候，清朝的时候就有记载了。我不要说清朝没有污染，我说清朝污染严重吗？应该是还好吧。所以在那个时候就有记载了。那到了1938年，国民政府已经来到了马祖这个地方。我说马祖人对阿兵哥又爱又恨，很大依赖。他设了游戏规则，第一条是什么？宵禁，晚上不能出门。所以在我爸爸这个年代，属鸡的，大概六十岁左右这个年代，怎么了？大家有属鸡吗？啊！还有一只。大概六十几岁左右，六十几岁这个年代的人，来，他们不一定看过蓝眼泪。因为晚上有宵禁，不能随随便便的出门，更何况去海边，所以马祖人对蓝眼泪很熟悉，也很陌生。没被广知道的很熟悉，渔民被广知道的很陌生，没有什么东西看到。那在这边跟各位讲，蓝眼泪到底是什么？在5年前，因为摄影技术的关系，把蓝眼泪照下来了，因为网络的关系渲染出去了 ，CNN 才知道，甚至评比的马祖这个蓝眼泪是人生15大一定要看到的奇迹。然后这样子，基隆海洋大学才介入进来做研究，采取样本。一开始说蓝眼泪叫做荧光藻，在研究深入一点叫做夜光虫。但是我们大多数都讲荧光藻，因为大家听到虫会怕。
那在生物，在生物了解了解到后面，这个东西叫做微生物，微生物，四藻非虫微生物，正式学名叫做窝边毛藻，正式学名叫做窝边毛藻，这是我们的蓝眼泪，这是我们的蓝眼泪。那讲讲本身把蓝眼泪分成四级，四级，第一级蓝眼泪，蓝眼泪不一定是蓝色的哦，不一定是蓝色的哦。蓝眼泪可能是白光，那为什么又叫做蓝眼泪？是因为投票票选出来的结果，投票票选出来的结果。第一级蓝眼泪，蓝眼泪是白光，一点一点，一颗一颗的，很稀疏，很稀疏。那我们好像说海上萤火虫，亮亮的，一颗一颗很稀疏的，就是蓝眼泪第一级。第二级蓝眼泪什么？再浓一点，变成蓝蓝的，一颗一颗，但是还是一颗一颗的很稀疏，这是第二级。第三级蓝眼泪，海浪打下来，浪头会蓝一条，蓝一条，蓝一条的，这是第三级。第四级蓝眼泪，海浪打下来，浪头不止蓝，甚至会往前延伸，甚至会往前推进，这是第四级蓝眼泪。那我必须跟各位讲，看到这种状况的时候，一个月只会出现一次两次。这种状况出现的时候，各位三间飞机不会正常。我希望大家看到蓝眼泪，不希望大家看到很厉害的蓝眼泪。好了，我们下车，大家分一下房间，坐上东西都拿下车，我们没有。